哎，好像又有新人申请加群，让我看看是谁。莫不是元帝、平帝、桓帝、灵帝几位没进群的先帝？桓帝刘志禁锢善垒，重信宦官；灵帝刘宏卖官鬻爵，功罪不分。这两个败家玩意儿，进来我倒要给他们几拳。光武爷爷明鉴啊，东汉其实就是亡于桓灵二帝，让我背锅属实过分了。这个我和我家诸葛丞相吐槽过，他也写进了出师表里。可惜申请加群的不是他们。那是谁？是个社会闲散人员，不用搭理。你突然这么紧张，怕不是你老丈人曹操吧？休得胡说，是他吗？拉进来聊聊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汉丞相究竟是什么样。汉丞相魏武王曹操加入群聊。大胆曹贼，竟敢自带分身技能。世人传我有72疑种，今天没变出72个曹操，算是照顾你了。What？ 我原本以为刘协已经是扶不起来了，没想到阿斗比他还武能。这是谁的后代？我去，是我一发雌雄双股剑。玄德莫欺，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。放屁！天下是我汉太祖高皇帝的天下，在我汉室列祖列宗面前，你给我老实点，赶紧下线两个号。为了画风统一，我留下吧。你就是曹吉利、曹阿瞒。大汉第二任丞相曹参后人曹孟德，拜见太祖高皇帝。你是曹参之后？正是。都几百年斗转星移的事了，谁知道呢？怕不是他自己给自己找的噱头吧？你以为我是你吗？整天把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挂在嘴边。胜利！据我所知，你祖父曹腾是太监，你爹曹嵩是曹腾的养子。袁绍讨曹檄文中说，父嵩乞丐挟养，说你曹操是路边捡来的乞丐。我祖父是干内务的，那也是汉臣。既然你也身为汉臣，为什么要将汉室取而代之，复我大汉？曹贼的座右铭可是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。我呸！我说的是宁我负人，不人负我。少看些小说电视剧。另外，想把大汉取而代之的是王莽、董卓那些人。我的野心仅仅止步于汉相和魏王。表里不一，厚颜无耻。我少年入仕，杖杀权宦家属，稳定社会治安，一生唯才是举，不就是为了让天下早日安定下来吗？划重点，这个天下是谁的天下？别管谁的天下，就算我给你权力，北方袁绍，南方刘表，西北马腾，西南刘璋，东南孙家，东北公孙家，中原更是一大堆大小军阀，你镇得住？要你这臣子做什么的？不就是替主镇场子的吗？没错，我打天下的时候，萧何替我筹措粮草，张良为我出谋划策，韩信点兵，多多益善。张汤帮我搞司法，张骞替我搞外交，桑弘羊帮我搞钱粮，主父偃替我削弱诸侯，董仲舒替我抓思想建设，汉臣天团舍我其谁？同柱哲教纸灭的马援了解一下，去塞三千里，刻石记汉宫的窦宪也了解一下，还有我的五虎上将卧龙凤雏，想必你已经了解了。刘备，你指定是有些大病，要是没有你和孙权在赤壁之战阻拦我，大汉江山早就完成统一了。那你自立魏王，对大汉子民如何？天下九州得其六，恢复五铢钱，百姓丰衣足食。我呸！曹贼为了补充军饷，创建军中盗墓办公室，设立发丘中郎将与摸金校尉，专司盗墓，造成汉墓十室九空。告辞。曹操光速退群，果然是说曹操曹操到，罚曹操曹操跑。真是来去如风，曹操为人就留给后人说吧。在座的各位，不如说说各自眼中的大汉，来个总结吧。
咱们年代古远，繁文缛节甚少，礼法道德未成，以今人之眼光，帝王私德有亏，却无法掩盖其耀眼的光芒。虽然免不了有些小的瑕疵，但这也正是煌煌天汉个性的写照。我们韬光养晦，休养生息，发展自己。我们挺直脊梁骨，从未向异族人低头。面对强敌环绕，我一雪前耻，奏响大汉最强音。我们能屈能伸，隐忍不发，安定团结，换来四方西洽。灭王莽，运筹帷幄，建东汉，天命所归。北匈奴、东朝鲜、西大约、南交趾、元二诸国再再臣服。我们的主体民族能叫汉族，正是两汉帝王丰功伟绩的证明。今日中国亦是如此，世界列强虎视眈眈，只有自强不息，不断积蓄力量，才能一鸣惊人，封狼居胥。说得好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反秦灭楚兮定八荒，内修外礼兮恩敬笃，萧规曹随兮宽仁主，红颜女子兮胜须眉，安民养国兮尚无为，大德至圣兮王道修，不忧异姓兮削诸侯，外攘夷狄兮筑新前，雄风远迈兮开新天，孺子弟兮声如唐尧，其履言兮业绩先昭，神机大业兮明慎正体，总揽全纲兮量实夺利，止戈为武兮道位方古，严正中威兮汉道不移，德国之振兮为汉祖，虽远必诛兮开思路，封狼居胥兮乐嫣然，盛世狂歌兮兴文武，看长安洛阳，长乐未央，莫非臣属，凡日月所照，江河所至，皆为汉土。